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好，西瓜。你好，哥哥们。你好，爸咪。你好。你们这是干嘛？洗澡。洗澡。对呀，农村都是这样洗澡的吗？对。对呀，家人们啊，老铁们，哥哥，我们这边是东南亚老挝农村，哥哥这边是女儿国的，谁没媳妇儿可以来这边找一个、哦、哥哥。我们这边的女孩都是在外面在洗澡，哥哥们。有的人也就是去河边那边洗啊、哦、现在的时间呢比较就是干燥的啊、哦、下雨是特别少的，刚刚过了泡水节，哥哥们过差不多还有一个月两个月要下雨然后才有水，哥哥所以现在水的话来的特别小，哥哥们啊都奶奶记得来带去了，来的特别小啊、哦、西瓜，哇西瓜好白呀、啊、天然好白呀、啊、哥哥们小黑八妹也是啊，八妹是小黑，西瓜跟八妹是小黑啊。好冷好冷，我不敢。对呀、啊，农村这边晚上的话都开始冷了，哥哥们。但是白天，就是现在你看太阳还是这么大，但是晚上的话就开始冷了，哥哥们。大家们喜欢的话呢，别忘给我们留个关注啊，哥哥们一个红心，点一个关注，感谢。大家们给个么么哒，八妹，西瓜。来一起洗澡，来一起洗澡，哥哥们。对呀，老挝欢迎你们，老挝欢迎你们。喜欢我们支持我们一下哦，哥哥们。对呀，小西瓜跟小八妹在老挝等你们，哥哥。